有带冰爪吗？头盔冰斧也没有，就带冰爪，冰爪起爪的。那里面冰斧的话，因为明天就硬掉了，硬掉的话里面有冰斧的话，万一滑，因为滑倒的话是没办法杀下。也是一样要冰爪冰斧啊，也不是开玩笑呢。 那今天有人上去吗？有啊，他是装备齐全的，有向导带啊，专业的在带啊，啊里面有一个人就没有身，没有那个，啊就去宝都都没有。啊，这边跟合欢山险在不一样的，合欢山险它是安全的，那有千股的。嗯，宝都是洞还可以时间做，这边没有时间做呢，这一滑就到溪谷，已经这几年已经好几件了。啊，这毕竟还。